代表。那今天的全国各地的天气都很不错哦。那我们我已经刚刚已经都投过票了。那我也希望我们的我们大家都可以踊跃出来投票哦。那民主国家的公民可以用手中的一票哦，来决定国家未来的前途哦。所以我还在这里要呼吁大家，赶快出来投票，记得这是我们公民的权利，也是我们公民的义务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媒体朋友，大家早哈、哦！今天风和日丽，是投票的好天气啊！我鼓励呢，全国不老乡亲都能够踊跃投票，展现台湾民主的活力。好，谢谢大家哈、哦，谢谢。好、哦，睡得很好。谢谢。应该是会开会了，一连串的会议要开。有带什么小礼物吗？倒没有，倒没有。好，谢谢大家了哈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。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哈，就是说今天风和日丽，是投票的好天气了，敬请国人都能够踊跃投票，展现台湾民主的活力。啊，对，让台湾继续往前走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每一次的投票都很珍惜啊，因为这个是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啊，我们都应该要珍惜民主，踊跃投票。